Hello everyone, this is Nurhan Ali from Egypt. I think Chinese old people can enjoy life, so I come here to visit Midaye and know more about Chinese old people life. So let's go together and see. Midaye. Hey, 你好. Assalamu alaikum. 我是来自埃及的文静. 哦，好. Midaye, 你看我今天拿着这个风筝专门来找您。 我听说你会做那个微型风筝，对，是怎么做的？哎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来，你来看看。复杂吗？对吗？比如说我是初学者啊，我可以学会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一教你就会。那就好。你看看这个是四世同堂，黑的蓝的，你再看看，这叫黑锅底，老北京的，哎，这叫红锅底。 嗯，对。您这个做了多长时间了？我做了40年了。40年了。对。哦，那你刚才说我可以学会，对吧？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咱们走。这个是我爱人啊。啊，你好。你看看今天这风筝啊。 我给你简单介绍介绍，这风筝要制作呀，得用削竹子。你看，爷爷拿着，你看看啊。你看看，这个是竹条，竹子的，然后用刀子把这个外皮，要把它去掉，然后劈成很细。啊，就是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对，很细很细的，你看看。对，懂了懂了。对，然后你看这个。 这是老北京的沙燕儿，这叫石斧捧寿。粘上，哎，粘完了以后，拴上提线儿，然后呢可以绘画。那米大爷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你做这个给您带来什么乐趣？老年人必须得有一个爱好，这样你的心态就比较好，而且你经常做风筝呢，保持心态平衡。 对，放风筝也一样，是锻炼眼睛、颈椎，年轻人一般热爱玩手机，所以呢，我们老年人主要以绘画。做这个就很舒服，对吧？对，而且你只要是做一项工作，不管像你们也一样，干一件事儿，你肯定有心就静下来了，要吃好，锻炼好，然后有一个爱好，这样就丰富了。 幸福是满分100分，你们是就是100分，你们是100分，哇，高一点，对，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一个作品。那么我今天非常感谢爷爷奶奶，我今天跟他们学习了很多东西，感觉心里很舒服、很平静的这种状态。所以爷爷奶奶要不要去埃及玩？有机会我们一定去。开一下，哎，OK。